屏东大鹏湾灯会在主展场布置变色闪灯，每次启动后的闪灯颜色会依照以下的顺序做周期性变换：蓝、白、红、白、绿，蓝、白、红、白、绿，蓝、白、红、白、绿，每五次一个循环。其中蓝光每次持续五秒，白光每次持续一秒，红光每次持续三秒，绿光每次持续两秒。假设换灯泡的时间极短可被忽略，试选出启动后第98到100秒之间的灯泡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可以知道一次循环的时间就是按照题目说的颜色，蓝灯5秒，白灯1秒，红灯3秒，白灯1秒，绿灯2秒，合计12秒。好，那我们要讨论是在98秒到100秒之间，所以八个循环的时间总共96秒，所以接下来第九个循环开始的话97到101秒都是在蓝灯的期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98到100秒之间的灯泡皆为蓝灯。想要获得更多声学相关的资讯，欢迎扫描旁边的 QR Code，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加入龙腾高中生，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。我们龙腾高中生见。